大学超爱喝珍珠奶茶，大学害我都害人生。那是你自己想喝的，也不能怪大学啊。我明天还回去练拳吗？我看你打完拳，有可能会进坟墓哦。会进坟墓 ，Double Kill。你到底有没有减重啊？一直吃吃到饱，关你屁事啊！我喜欢吃吃到饱、啊。我刚刚量了一下，114.2啊，不过。我相信马上就会再涨吧，可能现在几公斤，我不知道。47.2，不错，陈根之前48点多公斤的。然后我叫003，绝对不要再给他吃任何甜食，要节制那个巧克力啊，真的要控制啊。他现在143了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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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保持住，不错，加油，继续努力，要跟爸爸一样。加油，奥利给！你儿子那个奥利给，我给9.2分。奥利给是什么意思啊？奥利给就是屎。啊，奥利给就是屎。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奥利给就是便便。不要再看抖音了，那会让你降脂降脂，真的。啊，算了，也没差了。没有，反正你的未来你自己决定了。啊，你也不是会抖音吗？我不看抖音了，我哪有看抖音？你也有，谁说没有了？我哪有看抖音？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？你扣什么帽子啊？我哪有什么时候看过抖音？要扣我帽子好不好？那你觉得晨晨不错啦。他虽然以前真的过胖啊，可是我觉得。我觉得他最近好很多啊，你吐了是不是？没有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是大学害的。干，我大学，我这大学把我包养的跟头猪一样。大学超爱喝珍珠奶茶、冬瓜茶，哇，受不了！大学害我都害人生。那是你自己想喝的，也不能怪大学啊。我明天还回去练拳啊。对哦，爸爸差不多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，差不多就要去打拳击赛了。我已经一只脚进坟墓了。我看你打完拳，有可能会进坟墓哦。会进坟墓。